由于竞标成为本地第四家电信业者的移动网络科技公司 OMGTEL 宣布确定能够筹到4000万元的建设新的电信基础设施资金。OMGTEL 公司主席表示，公司预计将投入至少10亿元建设电信基础设施，目前确定能够筹集到40%资金。OMGTEL 指出，如果能够获得电信业者的执照，他们有信心将能够在我国建设速度更快，覆盖最完善的 4G 和 4.5G 电信网络。